喺1970年，有一个电视节目启播，改变咗无数人对信仰嘅睇法。权能时间，呢个系耶和华所定嘅日子，我哋要高兴欢喜。特别播放萧律柏博士嘅事工，教导新一代，透过神嘅爱，你嘅伤痕能够转化成圣光。这个意念就开始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励志电视节目。今日权能时间继续使命，以新的声音启迪新一代。当你信靠神，没什么能够阻挠你。萧伟柏牧师要鼓励你，他的信息能够给你人生有新的视野。无论你的境况是怎样，面对什么障碍，这一小时是你的权能时间。各位朋友早晨，欢迎收看权能时间和对我们的支持。我们的节目是双语广播，除了英文原声之外，如果你的电视机是有礼音设备，你就能够以广东话收看权能时间。今天萧伟柏牧师鼓励我们为神去冒险。在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被困住了，萧伟柏牧师就鼓励我们凭信而行，和做神要我们做的美好的事，不要让恐惧或者是忧虑左右我们的决定。神是会挑战和带领我们走进我们感到不安的地方，以致我们能够成长。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6节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萧伟柏牧师用了这个例子，主耶稣行在水面上，教导我们即使是人生的风暴，神会与我们同行。当风浪涌至，祂永恒的膀臂会抱紧我们。在马太福音第14章第31节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和敢于为神去冒险，因为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不会孤单。神的恩典就是祂的大能和爱常与我们同在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欢迎欢迎教会大家庭，多谢你今早来到这里。有人说过，没有更好的东西来到联系心灵，比起完全降服于接受伤害。今天你有勇气去联系在你所爱的人中接受伤害，请你转身和身边的朋友握手，讲神爱你，我亦都爱你。好高兴你今日嚟到，无论你带咗咩嚟到呢个地方，我哋好高兴你会将佢留喺呢一度。所有重担、压力同埋令你沮丧嘅嘢，满有活力嘅一星期，你有新嘅开始。今日我哋以安息进入呢个星期。我们要荣耀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们以圣灵大能进入这个星期去作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，你相不相信？阿门。我们准备好了，欢迎来到牧人园林教会，好高兴你来到这里。这里不单是一间爱人的教会，我们很喜爱人，好高兴你来到这里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感谢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圣殿。主啊，感谢你当我们在你的教会里面扎根，你赐予我们力量生命。主，我们来到
好多人带住重担、伤口、罪、困难、压力。主，我哋放下呢一啲嘢，今日我哋将呢一啲嘢你交换喜乐，我哋得着你嘅力量、爱、喜乐，使我哋振作更新。今日我哋同你一齐度过安息日，感谢你主，你对我哋系咁好。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阿门。在预备听韦柏的信息之前，请先听上主在马太福音的话语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愿我们勇敢，愿我们为神成为冒险家。阿们。
今日我哋访问天明，敬拜领袖神嘅子民喺教会里边作美好嘅服侍，佢亦都有战胜癌症嘅精彩见证。请同我哋一齐欢迎天明。你好啊，天明。可唔可以讲我哋知你嘅近况啊？或者分享一下你嘅癌症之旅啊？系，上次喺13年前，我知道自己只系剩翻5年命。今日我坐喺你面前话，15年前我知道只系剩翻5年命，几好嘅数字。我经常话，可能系最后一次讲癌症唔系我嘅见证，系几咁愚拙。如果癌症系我嘅见证，或者任何你正在经历嘅事，如果咁系你嘅经历，会系好麻烦嘅经历，系咪？那些是我們的人生觀，當我們經歷哀傷、災難、痛苦，是真實的故事，就好像如果耶穌真實存在，並在我們的困難上作工。當我第一次跟你見面，我們之前談論過，我們一起吃早餐，是，沒錯，好像是10或者11年前左右，是，你之前的3年被診斷，只剩下5年的性命，是，你的頭腦或者心裡面好像在計算時間，而最令人佩服的事是，我觉得很好的，你和你太太和那些小孩继续过正常生活，你决定不要被这5年阻碍着你，是吧？是啊，没错，真是令人敬佩啊。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你们会生小孩呢？我太太生了小朋友，首先我们结了婚18年，所以无论怎样，我太太在较早之前，我说亲爱的，如果你不想要小朋友，我完全明白，我了解的。她说不是，我们要生活下去，就好像你被医好那样。没错。由那阵时起，因为我没有被癌症所影响，我今天起了身了，是吧？你今天醒了，是吧？开心一下，举起右手，请跟我说，我今天醒了。我今天醒了。好好，耶稣给我们最好的应许是，你们不用忧虑明天。如果那些是你想要的，你继续吧，但是不值得的。今天轻松了，你今天醒了，那就是人生观。是，没错，阿门。没错。讲阿门吧，各位。我今天起了身，会继续起身。耶稣会继续叫醒我的，所以现在我会尝试要多些小朋友。以小朋友为例，是大声宣告我们要踏出信心，我要相信和信靠于我情况的评估，神比起这样是更加大的。我认为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方式来的，好像你所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实在是，你不单止活出你人生观，更加教导别人去跨过人生的痛苦试炼。是，请你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前讨论过的。是，我的人生观是大恩赐，是很好的恩赐。事实上，你和我长大成为美国基督徒的典范，我们有杰出的成就，我们有知识，但突然间当耶稣找紧我们的心，耶稣唯一谈论的亦是你经常提及的，因为这是耶稣所说的，是怎样得着神的国。是，没错。因为这样就有了新的人生观，我不再是王了，他总是到处作工，就这样改变了。当我们经历人生，好像我的女儿在我巡回演出前为我祷告，她说，耶稣，请你和爸爸一起，当她巡回演出，是真的，她曾经这样祷告过100万次，耶稣，请你好像我现在这样说，耶稣，你今天会与我们一起吗？她好像说，是，是啊，我今天会与你一起。不是，很怪啫。那就是我教个女的祷告。她经常作工，总是同在，经常。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不只是12月25日，而是1年4季。所以人生观是，不是耶稣，不是请你与我们同在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。你在我的处境里面会做什么呢？我想跟你一起去做，很有意思。我觉得有意思啊。音乐是你要做的事。你对你的音乐有什么期望呢？我希望可以推动耶稣的信徒成为耶稣的追随者。我几个月前开了一个个人网志，名为 1万minutes.com。 我每天都写网志，因为一星期有10080分钟，相信我，或者搜寻一下。
其中八十分钟喺一间房里边，好似呢度咁，好好，请保持聚会会众。但一星期仲有一万分钟，系咪？我想身在一万分钟里面鼓励人，咁点样吸引我哋追随耶稣，代表佢喺一星期咁长嘅时间，咁就令我好雀跃啦。音乐就能够令我喺众人面前发挥。了不起啊，天明！我哋爱同埋欣赏你，你真系相信神嘅国度，咁完全彰显喺你嘅生命里边。今日我哋将要谈论冒险同埋勇气，邀请你，其实系好完美嘅，全然系由神安排嘅时间。今日你会同我哋分享你嘅音乐，我只系想提醒大家去浏览一下一万请讲讲你嘅网站。一万分钟1000millions.com。太好啦，多谢天明，我哋一齐拍掌欢迎佢，佢将会带领我哋众唱，啊、多谢。Shattered. Quit.
欢迎你，好高兴你今日收睇我哋嘅节目。我哋相信神有话语对你讲。如果你喺橙郡或者洛杉矶，请过嚟牧人园林教会同我哋一齐崇拜啦。我哋有专为你而设嘅混乱座椅噶，嚟啦！我哋好希望你可以嚟到。朋友，请咁样张开你嘅手，象征我哋授予同埋接受。我哋一齐宣读呢一篇应信。我不是我所做的，我不是我所拥有的，我不是别人对我的评价。我是蒙神所爱的，这就是我，没有人能夺去这身份。我不必忧虑，我不需匆匆忙忙，我能够信靠我的朋友耶稣，并与世人分享他的爱。多谢各位，请坐。今日我们的讲道继续讲信心，我们的系列信息称为行在水面上的指引。我只是知道，无论你在人生正面对些什么，你需要信心。今天我要谈论的题目就是你不必忧虑，一切会安好。更重要的是，不单只是解决你目前的难题，更加要去梦想更宏大的事。这种信心不是只是祈求你所需的，而是为你所要的祷告。信心是我目前所有的，但是神的有的更大。如果你今天要听到我讲什么，那句就是为神去冒险。为神去冒险，这个是风险，因为你可能会失败的。但是即使是失败，也都会让你更加靠近胜利一步。每一次得胜之前会有十次失败的，每次我得胜或者成功达到目的，是因为我先失败了几次，再决定卷土重来。你们今天来到感到打败了，受伤痛，不能够多撑多一天，我跟你说起来吧，你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，你将近要得胜了，要成为能够冒险的人。我很想对你说，我所相信的，你是敢于冒险、勇气可嘉的人。你不再被恐惧压垮，你不让忧虑阻碍你实践神对你的呼召，恐惧不会再打垮你，左右你的决定。你的决定是被信心所引导的，你的适应力强。你不是停滞不前的人，我们全部被压倒了，但是你不断重新站起来，我为你自豪，感到非常骄傲。今天我要鼓励你凭信心而行，成为有异象的人，专注神想要的事。我会去做宏大的事情，那些只有神能够成就的伟大事情，我将要为主去冒险。很多时当我们处于人生的安舒区，我深信神喜欢带我们进入险境。神不会喜悦我们过于安逸的，他不喜欢我们停滞不前。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，我是很害怕水的，在夏天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出现的，尤其在南加州这里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父母和朋友在海滩那里，那天特别大浪的，我大概是八九岁左右，还是个小孩的。而我看到一些朋友走入水里面游水，他们在享受美好的时光，被海浪拍打住。而我只是坐在那里说，哦，好得意啊，我爸爸说出去跟他们一起玩啊。我说，啊，我这样已经好好的。我爸爸说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但没理，他们邀请你出去跟他们一起玩啊。我说爸爸这样就可以了。他说你不是怕海浪是吧？我说我不会，怎么会怕那些巨浪啊。
佢冇出声。听嚟，我爸爸好似系个坏人咁，但系佢唔系啊，佢系个好人嚟嘅。佢冇出声，佢行动，佢36岁，手臂肌肉就系咁样嘅，啊，好劲啊！佢行埋嚟，咁样一手捉起我，慢慢吓，系折磨嚟嘅。当佢走近嘅时候，我尝试起身走开，因为我知道会发生啲咩事。佢只手臂慢慢接近，我就开始走向海边啦，就好似哥里亚巨人咁。我就大叫：冇啊，冇啊！我就咁样啊，唔系夸张啊，出尽气力咁嗌，又搲啊咁。我仲尝试打佢对眼添，佢咁样夹住我。嗰阵时嘅海浪咧，对我嚟讲好似10尺咁高嘅，其实可能得1尺到啦。而佢咧就带住我走入去水里边，佢话：好啦，呢个系你必须要做嘅，你带浪嚟啦。当啲浪嚟到，你要潜入去水里面。我话：冇啊，冇啊！啲浪嚟到，嘣！佢就好似超人咁样冲入去海浪里面，我就俾海浪打到向后翻。佢话：好，你冇事啊嘛？我话唔使啊，我好憎你。佢话：好，大浪又嚟啦。咁样一次又一次，直至最后咧，佢只系望住你要咁样做，佢就陪我走过去，同我一齐以粗壮嘅手抱住我呢位魁梧嘅男人。佢就系同我一齐。留在这里，直至你不再怕海浪。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已经没那么怕那些海浪了。是有帮助的。这是个比喻来的。神作为父亲的形象。然而神有父亲的形象，他会挑战、推动、带领我们走入去我们不会感到舒适的地方，以致我们能够成长。令人不安的恐惧，内藏的恐惧，你本来永远不会去面对的，现在就走出来，那是非常痛苦的。明白吗？而神会这样做，我要跟你说，可能啊，你感到被拖入大海里面，大浪里面，神却要教导你成为在巨浪里面忍耐的人。你感到不够刚强去承受你所经历的，但是你可以，神正是向你彰显，显明你是不需要害怕巨浪的。你已经拥有抵御风暴的一切力量，你是啊，你有啊，你已经有所需的一切力量去抵御风暴。神是不会抌低你在海洋的那个神，他与你同行，他带领你，他要你实实在在感到那只永恒的手臂。当巨浪涌现的时候，你感到吗？在那次之后呢，我大概是10岁左右，几年之后，我们一家去夏威夷度假，还有去那里滑浪。我要啊，再次面对海浪，这次我就说，好了，爸爸，我们去滑浪，我们去檀香山。我再次落洋，我哋啊走入去水里边，海浪再次嚟到，我爸爸同我一齐，佢话：好啦，海浪嚟啦，我哋要教你点样滑浪啊！我哋会坐独木舟，当你划桨嘅时候，只船会带住你，你就好似喺度滑浪。佢教导我呢个系滑浪嘅原理嚟。我再次成为懦夫，我同我爸爸讲：我唔能够咁做嘅，我做唔嚟嘅。佢话：你可以咁样做嘅，可以嘅。你要做嘅咧，只系划，然后企起身，就系咁容易啊！佢話：你睇過邊個男人啊？我話：佢係專業噶，係職業滑浪手嚟啊！佢經常咁樣做噶。我爸爸話：嘿，你好啊！嗰個人轉身話：咩事啊？佢問：你係咪職業滑浪手啊？佢話：唔係啊，我由杭州嚟噶。最終我啊，再學識咗滑浪同埋。面对这个恐惧，我回到家，我之前讲过这个故事给你听的。我回到家，我的继母当时她问：今天怎样啊？你学会滑浪没啊？我望着她说：我改变了。这个巨大的恐惧，我最终战胜了海浪。我想说，现在作为父亲，有了小孩了，我明白，还有了解为什么神在我们人生所做的这些事，
咁系足以让你有时会生气，并且会问点解我要经历呢一切啊？我要好小心。如果你面对疾病，神冇令你生病；如果你正面对贫穷，神冇令到你穷困嘅。但系我要说服你，唔理你正经历乜嘢困难都好，神唔会让你沉沦嘅，佢唔会遗留低你一个人。佢唔单止喺你脱离嘅时候与你同行，佢仲要显明俾你睇，你系可以跨胜嘅。睇下，咁系几咁奇妙。我哋有阵时候会谂，神总系会拖住我哋度过嘅。但系我认为，好似作为父亲或者教练，神有时候会锻炼我哋，成为能够克服嘅人。可能唔能够，可能你唔能够跨过正在经历嘅事。无论你正在经历啲乜嘢，你唔系孤单嘅。我想你知道，一切会安好嘅。你能够以信心活出今日，你可以继续冒险，你可以继续为神成就大事，你会兴旺嘅。我记得最近我哋同个仔高柏同一啲朋友喺中央山谷，我哋正观看一个池塘，忽然间见到有鱼出没，水池有6英尺深度啦。我个仔就跑去跳入去呢一个池塘，我唔知道佢喺度谂乜嘢。佢大概是4岁左右，他即时看起来好像很惊慌，因为他跌在水里面，整个人浮在水面上。我们全部都被他吓傻了，在那里叫发生什么事啊。他跳入了混浊的池水，我很震惊，主人家大叫，哦不好啊，发生什么事啊。我想都不想就跳入去拉他出来。为什么呢？我永远不会被我的儿子浸亲的，对不对？神会让你沉沦的。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啊？无论你系几咁愚拙，睇啊！我哋认为咁样全部都系我嘅错，都系我嘅错，或者可能系啦。但系呢啲就系我哋侍奉嘅神嘅伟大，神唔会俾人报应嘅，系咪呢个用词咧？报应呢一个词，我未必用得恰当。报应，神不相信报应的。不是，请听主，神不会容让你沉沦的，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他不会的。不在乎你几咁愚拙，曾经犯的一切过错，如果你说救我主，他会救你的。他是你爸爸，他爱你，凭信而活，他支持你，不用担心，一切会安好的。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著名的章节，关于在水面行走的，是彼得在水面行走的经文。如果你经常来这个教会，你会知道犹太教，尤其在一世纪，当耶稣说你跟从我，跟从拉比，不单止是跟着拉比到处去，也要跟从拉比所做的事。如果你被称为拉比的门徒，你是受训要成为拉比。你在现今的东正犹太教亦都会见到，如果你去耶路撒冷，会见到年老的拉比有一群十几岁的男仔跟着他，做他所做的一切，跟着他所做的事。在耶稣的年代，跟从拉比去做拉比所做的一切。如果拉比是左右，你要学会用左手写字；如果拉比讲笑，你也要开始讲笑。他们简直会，如果在沙滩上有足印，他们真的会踏在拉比的足印上面，他们尝试成为所跟随的拉比的复制人。而最重要留意的是，在耶稣年代的拉比门徒刻意做尽拉比所做的一切。要留意的原因是，你开始在福音书会见到这些年轻人跟从耶稣，突然被呼召去做一些奇特的事情。在路加福音第9和第10章，他吩咐他们去医治人，不要带任何东西，好像耶稣所说去医治他们。他给他们的这些训示，出去赶鬼，去做这些事。他们出去做了，回来的时候他问你们做不做得到，他说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都服了我们。他们就开始去做福音书上奇妙的事情，彼得行在水面上的故事也都是这样。这个是彼得回应门徒要跟从拉比的做法，是在给5000人
食饱的故事之后，耶稣说，我现在要离开食饱了的群众，我要你们上船，我迟些会会合你。我不肯定他是否这样讲，但是这个是确实发生的事。他们上船，耶稣离开各人，他独自上山祷告。现在是晚上，风在吹，这点也是重要的，要理解水在一世纪对犹太人的意义。对那时的人来说，水有神秘的能力的，因为无论你在哪里找到水，就找到生命。但是水也有可怕的一面，当那里有大量的水，他们就相信是通往地狱的入口。那时的人不单止不懂得游水，也不会去游水，因为他们怕鳄鱼，就好像是尼斯湖的水怪。我们直接这样说好不好？那时在加利利海的尼斯湖水怪，但是这一头怪物恶魔生气的时候，会开始搅动天气和湖水。这些人对水呢是有非常巨大的恐惧的，听起来好像有些怪怪地，因为他们是渔夫，很大机会他们是不懂游水的。我肯定他们不懂游水。在属灵层面，他们相信水是通往地狱的入口来的。他们上到去船上面，耶稣上了山，开始起风暴和刮风，经常是这样讲的。他们没办法回到岸边，他们尝试，但是风吹到他们不能够拍岸。在那晚他们已经惊到死，是吧？忽然间耶稣在海面上行，他们见到他，起初完全被他吓坏了，他们在想是鬼或者是幽灵的东西，他们都失去了理智。耶稣说，哦，是我，你们好，我只是在海面上行。他们见到这个神迹，他们见到耶稣和他最为人熟悉的神迹之一行在水面上，他们全部见到都写出来。然后更奇妙的事发生了，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吩咐我走向你，我可以。耶稣说，来吧。奇妙的事就发生了，彼得离开了船，他开始在水面上面一步一步行向耶稣。四面漆黑，狂风大作，大雨淋漓，他的朋友在他背后望着，是怎样的感觉呢？走出去开始在水面上步向耶稣，我惊叹。他继续行，但是开始怀疑，开始害怕，他的视线离开了基督，开始注视住海浪，他开始下沉。我想象到他慢慢下沉，好像沉没在果冻而非海水，我不知道。故事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怀疑？你为什么怀疑？你知不知道他的意思？当他说你为什么怀疑，他是在说为什么怀疑你能够做到我做的事，完全正确。大家研究这篇经文，阅读这篇章节，这个是读这个经文的正确的方法，不是为什么怀疑，而是为什么怀疑呢？你可以好像我一样在水面行走，我已经呼召你，我说来吧，如果我要你做某件事，我会给你所需的去完成的，即使是在水面上行走。等我告诉你，领导这个教会三年之后，我完全相信随着一切的挑战，精神上的、健康上的、财政上的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，这个教会是神迹，你们所经历的都是。很多时你们很多人亲身见证了这些事。如果神说来吧，在水面上行走，他会给你在水面上行走的鞋，他会供应令到你漂浮的东西，这个就是信心。如果神说来吧，冒险吧，落船吧，你可以做耶稣做的事的，是他说的，不是我。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，你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我相信你为什么怀疑呢？你为什么怀疑？我渐渐担心越是虔诚的人，他们越不愿意冒险。对我来说，这样是不合乎逻辑。我发现当耶稣使人虔诚，当耶稣让人跟从他，他会不断挑战他们去做具挑战的事情，例如走出去
行在水面上，即使你认为水是通往地狱的门，而你又不识游水。主啊，救我！请听住，我好想肯定你在人生中已经做过大事，即使你不认为你有，但你会做比这些更大的事。我不理你病到有几重，你年纪几老几年轻，你缺乏教育，一切你用来贬低自己的事，我想你有信心，并且相信神仍然能够在你生命做大事。我请你将恐惧锻炼为信心，今日为神去冒险。如果你被激到，我邀请你以信心卷土重来，因为伟大的事已经为你预备了，你会错失如果你决定不会卷土重来。信心是信靠，很简单，信心就是信靠神。你任何时候都具备信心，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，当你坐下的时候会对长椅有信心，是吧？你不会怕长椅会折断的，但有时候长椅是会折断的，对不对？可能你昨晚吃多了一件苹果批，请听着，长椅是会折断的，但是大多数人坐之前是不会先检查张长椅的。当你遇到红灯的时候或者绿灯的时候，你有信心其他人不会冲灯撞向你，但是有时候长椅是会折断的，有阵时人是会冲灯的。当这些事发生是很困难去重得信心的，你会小心驾驶，安全坐好。然而最终你知道这些是正确要做的事，我想告诉你，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你感到已经冒险，或者做了某些事，长椅折断了，或者其他事，一些事发生了，可能你身处在不肯定的位置，神今天对你说要继续信靠，继续信任，一切会安好。你已经去到这么远了，你会去得更远。你需要信心去达至下一个里程碑，你需要的。我想跟你说，信心讨神喜悦，神能够理解愚拙的行动，如果你去冒险，但是那些是愚拙的，神仍然会理解，我感到他会包容的。他宁愿你愚拙，但是去冒险，亦都不愿你安舒，不去冒险又很聪明，我真的这样相信的。看看，我相信智慧，我绝对是，但我亦都相信信心。耶稣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我们做事总是会觉得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、智慧、聪明，有时候神只是想告诉你，去吧，做点事吧，为我去冒险，即使不是最聪明的事，我仍然认为神会理解，会带领你度过，而你会从中学习到一些事，冒险吧。你要成为冒险家，信心之人，出发往你要去的地方，神会强迫你去你要前往的地方。有时候你要面对你的恐惧，有时候你要冒险。最近我和我的妹宝妮去荷兰，这个是个完美的故事。我妹妹宝妮很害怕坐飞机的，很害怕，她已经有多年没坐飞机了，从来没去过欧洲。我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去荷兰，最终她要接受惩罚了，她拿了机票、护照。飞行前的一段日子，她经常说睡不着，她失眠，但是她决定了要上这架飞机，不理会不会大叫，会不会晕低，她喝了几杯酒，没说大话的，起飞之前，但是她仍然是上了飞机。她上了那架飞机去到荷兰，她见到古老的风车，吃了乳酪、糖浆、威化饼，还见到六尺五高的英俊金发美男子。请听住，这个是给我们的完美模范，我以我的妹为荣，因为大多数的人生经验就是这样的了。有些人害怕去戒毒，有些人害怕要再次约会，有些人对离婚感到尴尬，请冒险吧，冒险吧。有些人已经戴着面具一段长时间了，假装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，我要鼓励你更为可靠坦诚，在信心里面冒险，
看住啦，你会成为快乐丰盛嘅人嘅。我想咁样结束。我讲咗好多有关滑浪嘅事。几星期前我经历咗好难过嘅一日，非常之沉重。我感到主要我到嗰个海边，我就嚟到海边，天色开始变黑，系黄昏嚟嘅，海浪喺度拍岸。我着咗运动短裤，因为我冇泳裤，我就喺水里边游水。加州嘅海水和暖，但仍然有啲凉爽嘅。而我开始祷告，我喺水里边游水，谂翻起我青少年时期喺大学嗰度滑浪，当中嘅乐趣，我开始以身体滑浪。有一次泳裤甩咗，冇问题嘅，着翻就得噶啦吓。我谂起浮喺水面嘅时候，我谂起神嘅恩典。人生就好似喺恩典里边滑浪，恩典唔系怜悯，你知道嘅系咪？恩典唔系怜悯，恩典系神嘅恩惠、大能、慈爱喺度涌流。但系我哋就限制咗恩典，即系解作宽恕。其实远比咁样更多。耶稣喺佢受浸嘅时候接受咗恩典，唔系为咗罪得赦免。他是被赋予能力去做神呼召他去做的，做天父呼召他去做的。耶稣是神。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好像在恩典上滑浪，当滑浪手在水面上，他们总是在寻找海浪，他们总是在寻找巨浪。你一直未遇上，有时候你离得太远，或者有时候离得太近，但是总会遇上海浪。有时候你被海浪打翻，但只是代表着你未准备好，你去得不够快，或者你训练不足够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在滑浪里面学到，即使没有浪，你仍然能够享受，因着海浪轻柔的节奏，将你推高和拉低。与你结伴的人，好像海水一样使人振作。很多人在人生里面被彻底打沉，我只是想对你说，不要紧的。另一个浪即将来到，即使你只是在水里面坐在那里休息，有恩典支撑着你，恩典拥抱着你，无论你是不是在滑浪，好像水一样的支撑功能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也都不会孤单的，神抱着你，一切会安好的。有些人最近在人生某个方面经历惨痛失败，我只是想对你说，你失败并不是等于你是失败者，只是你仍然未成功，一切会安好的。我要鼓励你活在信心里面，永远不要停步，永远不要放弃。神呼召你为他做大事，受得起挫败去冒险，你要成为神所呼召的人。奉耶稣圣名，阿门。Yeah.
现在愿主赐福你，保守你，愿主用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主向你让脸，赐你平安。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之名，阿门。请下星期再次收睇肖惠柏牧师要带俾你盼望嘅信息。权能时间，肖惠柏牧师好想听到你嘅分享，请写信俾我哋。直至下星期，请记住，让你嘅盼望而唔系伤痛嚟塑造你嘅未来。多谢你收睇权能时间同埋对我哋嘅支持。喺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。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被困住了，肖惠柏牧师就鼓励我们凭信而行，以及做神要我们做的美好的事，不要让恐惧或者忧虑左右我们的决定。神是会挑战和带领我们走进我们感到不安的地方，以致我们能够成长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六节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肖惠柏牧师用了这个例子，主耶稣行在水面上，教导我们即使是人生的风暴，神会与我们同行。当风浪涌至，祂永恒的膀臂会抱紧我们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一节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和敢于为神去冒险，因为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不会孤单。神的恩典就是祂的大能和爱常与我们同在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权能时间这个励志电视节目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，逢星期六的早上十点钟和星期日的早上六点钟，你也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www.ourpower.org 或者是 MyTVSuper。 多谢你收看，神爱你，下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。